且再讲一万遍，开通超粉，懵不懵？好、哦，这鱼人收到我这手 AQV 直接懵逼了。从前期我们要用血量压制他，最近谁都一样。你要看英雄，哪个英雄前世他的什么期间弱势期，什么时候强势期，弱势期压制他，强势期规避他。可以让他 Q 过来，他 Q 过来空中可以打一个 AQ。人 W 空中学二级，你看他这不肯定要拿我的身板一回去啊 Q 回去，预判这个W 这个落地点就行。你死了，我说的。不用着急闪啊，我们等一下第二个技能 CD 就好，因为他的 E 技能是比我的 QCD 慢的，专门等他我的 Q 好一瞬间，他的 E 还有五秒钟，我们翻墙过去一个闪现 Q 技能，轻松越塔。咱们要的不是单杀，而是越塔。先让了。让韩服与人感受我们中国男刀的力量啊！让我们感受一下我们国服男刀的力量，压迫感，哈哈，没见过吧？他这应该是个老鱼啊，他的 ID 都是鱼人。中单没闪。好，出一个影魔刀就可以了，影魔刀外加无消化法球，现在盲僧不来他，我单手跟他打，盲僧不来单手跟他打，主播影魔刀这么怂吗？兄弟，这个打法不是说怂，是这个东西抗着他，我现在刺客跟刺客没有控制力啊，没有克制力，我现在出完这个我克制他。啊，哎，拜拜。就我们刚才本来是男刀打西亚娜，现在我这个装备一出变成男刀打卡萨丁，他现在相当于他就是卡萨丁。那男刀打卡萨丁什么概念大伙应该都知道吧，预判啊，再一个 QA。他变成 CD 了，来打，不用怕兄弟，辅助过来救人，辅助，我说的不是对面的辅助，操，我辅助不是在旁边吗？不是这么赖啊，
剩下交给你们了，这个我是盯着这个毯子的，喜欢抓钟是吧？舒服，主播在打哪个区？来个董哥告诉他，告诉他主播打的一个大区名字，很恐怖。我等人说这个大区 ，Faker 在，他也在。帮我挡一枪，走位扭一下，我自己来过去，往后一下远程 QA 打一套，往前再一个极限 W， 拜拜。不慌的神在兜底，我杀小剑一样，哎呦光发，你要毁了联盟吗？主播把这状态调得这么好，你不去让我爆杀他们，操。本来今天将会有一场腥风血雨，兄弟们，场外介入了，闪现一刀，就我也打个刀，大刀隐身，一个平 A， 一个平 A， 一个 W，Q， 拉一下刀刮小子。极限拉闷了，刀嘎的，哦，有点恐怖。你能可以，你可以回家吗，兄弟？我就在那一动不动啊！你敢回？刚出来，回去吧。这一波大招不是为了杀他啊，只为气势。
假装回去，他可能会用一技能清，一技能吃兵。哎，别急呀、啊，别好。闪电王，这版本就是闪电王，没办法。你不出闪电王，你出神装那就是废物。现在我虽然没有一件，我刚才没有一件神装啊，但是对面看到我，他双手都在抖，你知道吧？但主播如果裸合成一个神装，打完第一波下，他们后面看到我，他们都笑，我笑着迎接我，因为你来了。给小刀买瓜子去，又开始这种了啊！神装的男刀现在这个版本一点面子都没有。因为我们打架是很频繁的，你们也看到了，13分钟我打了12个人头，我操！你平均1分钟2到3波架。我们如果出裸一个幽梦，一点 CD 没有，100秒一个大招，100秒，我们1分钟2到3波架，2分钟的时间，五波团，兄弟，第一波团我相信你有伤害，你可以打赢，后面4波团你就只能干瞪眼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对吧？你暴杀我队友，我说你干得好，我没了呀，对吧？但你像主播这样去出装30 CD。大招76秒一个，又有伤害，又有穿甲，又有大招。谁敢与我一战？就 A 一下一个 W 办法，他是 A 一下一个大招过去，再一个平面拜拜。就主播这一套出装，兄弟，昨天得到了那个 Z99，疯狂夸赞啊！走走走，他都这样了。再杀就不礼貌了，哥。小刀，我知道你在吹牛。哎呀，这吹什么啊？你切记，主播能说出来的话啊，这绝对都是有依据的。打完这把给你们拍一句，哼，刀尬的。来，我来了，找我呢，拜拜。别辅助 ，nice 啊！哎，点燃为什么不是他烫死的？操了，这波我想要给辅助大人头的，不过也行 ，ADC 也值钱了。
喜欢送。今天就送了，怎么了？给一杠五的剑送送温暖，不然没压力。W， 不在。哎，我们是不是每个人一起打先锋，每个人都有回城的快速回城啊？都有一次机会。哎，你别。别带我！哎，拜拜！狂妄出不出？狂妄这个赛季不要出啊！版本陷阱，下个赛季主播可以推荐你出一下。下赛季再说吧。下不不什么下赛季？那有点远了啊。下版本，这个版本它加强了没有，兄弟们？这个我们不知道啊，热补丁加强了没？热补丁加强之前就不要出提亚马特，还有这个狂妄都是陷阱。我给你们测试过了呀，我测试了那么多天高分段，一点用没有。你看我现在换一个出装，同样的段位，甚至比上一次的段位都高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现在是什么画面？对面看到我，他是双手都在抖。我之前呢，超神的一个人杀不了对面每一个人。打到加速一个 AQA 进草卡视野，再一个极限 double OK， 不用了，回吃兵，对吧？之前我们也是同样的韩服高分局，超神了都打他们跟刮痧一样。我那两天我都一直在疑惑，哎，哪里出问题了？因为我当时实在不敢相信，对吧？我们日思夜想的提亚马特他有问题，那两天深度测试确实有问题。在第三天终于也得到了证实，因为官方第三天公布了加强名单，紧急加强热补丁里面的就有一个位置就叫亵渎九头蛇，能加强的原因就是他太弱了。哎，吓我一跳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OK， 轻松带他拿下。打的什么服？韩服，打的韩服啊。峡谷 Plus。